魔力卡通魅力童真萌萌哒，2024年的某一天，我计划了一场轻松愉快的广州三日游，主要目的的是天河公园以及享有盛誉的点读的天河公园店。小陈，我首先前往天河公园，这里绿意盎然，是广州的绿洲。我漫步在园内，欣赏着各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，感受着大自然的宁静与和谐。公园内的湖泊清澈见底，偶尔有几只小鸟掠过水面，增添了几分生机。完后，我前往点读的天河公园店，品尝地道的广州茶点。这家餐厅的环境优雅，服务周到。我点了几款招牌茶点，如虾饺、红米肠、凤爪等，每一款都制作精细，口感鲜美。特别是虾饺，外皮薄润，内馅鲜嫩多汁，让我口味无穷。这次广州一日游虽然简单，但却让我充分感受到了广州的自然美景与美食文化。天河公园的宁静与点读者的美味茶点相等益彰，为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。我相信这次旅游将是我未来回忆中的一颗璀璨明珠。下次见，再见。